第29题，如图，质量为60公斤的滑雪者由滑雪道顶端 P 静止滑下，于滑道末端 R 飞出，滑道最低点 Q 与 P 的垂直距离为30公尺， Q 与 R 的垂直距离为5公尺。当他于滑道末端 R 飞出时，速度的大小为每秒20公尺。若过程中他保持姿势不变，只考虑摩擦阻力，则从 P 到 R 因摩擦所损耗的能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知道，如果没有因摩擦能量损耗，这题叫做机械能守恒，所有的位能会变成所有的动能。但如果我算出来的位能有5焦耳，动能只有3焦耳，我就知道被摩擦力损耗了2焦耳，5减3等于2。所以我们就把位能多少算出来，动能多少算出来，两个的相差就是我摩擦力所损耗的能量。从图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 P 点到 R 点的距离是25公尺，这就是我们计算位能的时候所需要的高度。那么我们位能是 U 等于 MGH， 那么我们的质量是60公斤，机子它说要带10，那我们的高度呢是25公尺，所以就是600乘以25，就是15000焦耳。那动能呢，动能 K 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那么二分之一质量是60，速度呢它告诉我每秒20公尺要平方，所以呢就变成30乘以400，所以就是12000焦耳。于是我有位能15000焦耳，而动能只有12000焦耳，两者相差了3000焦耳，这就是被摩擦力所损耗的能量。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，则从 P 到 R 因摩擦所损耗能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3000焦耳。